我是一个警察，我的工作本来是负责维护治安，办案抓贼。赶快哦，排队去上车啦！站住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冲过去！放枪！来来，扛来扛来，快点挡！安全确实用看的就好，但是局长叫我来处理的，又是我本人办事。来来来，知道议长自己有一台提款机吗？那包是你的，可以一直牵着吗？到什么时候？警察拢挂咧饲的啦，你今天叫做陪伴而已。那我们还是分开比较好。我是一个警察。你为什么害我？有的时候我却必须像个贼一样，